参加 T 五，这英雄该不会是狗都不玩吧？这 T 五是我没想到的。果然要手贱一下，他现在没办法，一级就叠了。这层数会掉了，他现在。先升刷也快的。他的 W 砸人有点疼了。捡 CD， 但是捡的不多。看到了，现在在跟 E 的，这小丑死了，这个 W 半血，我人都傻了，我都没想到伤害这么高，我知道他这个东西伤害高，主要这小丑带点蓝的。211级 W 就勾八离谱，师哥先生，您差点就绊倒我了。哎呦，这还能扭掉吧？没事，他死了，我都感觉中了。本来小丑过来我要死，他现在这个 Q 的话能回血的。跟那个诺手有点像，不过他是持续性回血，不是一口气给你回满。这英雄现在上限更高了，下限变低了，感觉前期比以前弱了，但是中期开始就变强，就更好 C 了，他移速没以前快了，跑不动还能快了吗？法强只要高于200点就比以前快，你出到后面肯定能高200点，随便来两件都够了，所以就打到中期是加强。别死了，人类才能追寻他们。顶一下他，妈的没砸到他，给他一跳弹了，砸到他死了。你这太明显了，妈的卡的明显，跟他打，这眼刚到期的。你是脑子有问题吧？啊，你是不是脑子瓦特了？当我是这巨魔呢？巨魔怎么没回家买装备啊？裸装。这莉莉亚能 C 就可以玩一下，而且这英雄刷也蛮快的。不要吃塔皮。再见。送你一个大吧，有牌面啊！我没玩过这英雄，不代表我不会玩。这英雄机制蛮简单的，没吃过猪肉，没见过猪跑吧？啊。
还有毒，我操！你大吸吧。这沙口在下，没人救他了。这不叫破喉咙，都没人救你啊！他被卡住了，来吸他，一减速 W 砸一下，再见。怎么反向 E 了？这不一定要外圈 Q， 你看这内圈 Q 伤害就很低了，距离得把控好。这距离没把控好，死了。把这个，哎，我买错了，我为什么会买这件装备？买面具的话不能买这个，我看一下这装备能不能合别的。对，不能合别的呀，主要是。没关系，我直接有三千二，先不卖，直接来个面具啊。打到他了。死了。这老玩家吧，他真也反小手吧，隐身反不了了，以前确实可以啊。没E到他，E到感觉直接秒了，E到挂个大 WQ 砸死了。这莉莉亚的E感觉有点不好给他这个东西。你不拉我，把他 W 秒了，被他拽了一下。算了，这发电机卖了，这洪水晶可以留小面具跟新界区域都可以啊，直接来个中亚好了。完了，电竞过来了，我操，他来的是刚刚好啊。我这乌鸦老喜欢拽一下，我可以单秒他的。这把龙控的挺好的，拖后期不怕啊。感觉这E用非智能施法更好一点， W 容易搞歪了。E 到了怎么没伤害呢？打到墙了。退到了，再见了。退到就死了。这队友老 K 我头。技能回血还可以啊。
可真是个杀口啊！这反弹起来之后，加的移速就比以前高了。哎呦，我被他打了，算了。你跑，你又跑不过我，你跟我恨啥呢？还没 Q 他。Q 他死了，蓄一下被动他就没了。我的 Q 加了这个面具黑暗，说 Q 他应该能 Q 一千血。有病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觉得你跑得过我呢？你为什么觉得你跑得过我呢？这个链接开个大冰上减速我他都跑不过我。我这一速好像次层被动叠板有个700多啊。这加强的中后期，特别是后期加的比较多啊，前期是削弱的。这样的话等于就加强莉莉亚的开蕊能力吧，以前莉莉亚拖到后期还是不好打的。下班了下班了。Stop when I drop a